放火锅或者是烩白菜啊。高兴可以来参加小猫的吃饱睡饱人生不怕的活动。那我非常的喜欢这一本书，因为小猫的文字非常的温暖，那它可以让大家在很平常很忙碌很辛苦的生活中可以带给你很多的力量。这本书真的里面写到很多都是现代人的心声，不管你在生活上有什么挫折，只要你吃了一口好吃的食物，所有的烦恼全部都烟消云散，所以很推荐给大家，可以一起看看。很开心来参加这个 DIY 做蛋饺活动，自己也会下厨，但没有想到原来自己做蛋饺比外面卖的蛋饺好吃。一般呢，我们的经验里吃的都是超市里面包装好的蛋饺，直到现在才发现呢，原来蛋饺自己做竟然可以是这么的美味。欢迎大家12月1号，12月1号来济州庵，到济州庵，一起来济州庵试新菜哦，白菜烩蛋饺很好吃哦，还有一定要买小猫的书，吃饱睡饱人生不怕。如果你们在济州庵吃这个蛋饺真的很喜欢的话，你们就可以常常来吃。然后呢，吃完如果因为快过年了，所以你们想在家自己试试看做这个蛋饺的话，在这个书里面我们有附了20道食谱，有风干鸡腿啊，有罗宋汤，最重要的是有蛋饺怎么做，所以大家可以去买书来看哦。